就是，军师，换我二人前来，有何要事？我掐指一算，三天之后，就是元宵节了。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吃汤圆。军师又卖萌了，这是主公关心我等，特意嘱咐我的。而且呢，是量身定做的。哦，黑芝麻馅儿，黑又甜，太像我啦！红豆馅儿，就像我的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太帅了！我这个呢，看上去挺普通的，但其实是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熬制而成的。哦，老板，借我。体虚怕冷，专门给我大补。老板，你真是太有心了。来来来，一起吃，一起吃。来，不错哈。嗯。哦。可以。吃汤圆，吃汤圆，小小的汤圆是圆又圆，吃着汤圆看电视啊。收看由新丽媛独家冠名播出的湖北是非正式会谈，新丽媛枇杷汁喝了就清润。我是一分钟不看镜子就会想念自己的会长大佐，大家好。不是你一分钟不看镜子就会想念自己，那我们录一期节目大概四个多小时，你不得想死你自己啊？我从来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那你对啊，在哪里？因为你看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亮过，但是它一定要放在这里。原因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好女性化啊，这个镜子。就一定要女性化呀？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给女生看的节目啊。哦。我们节目没有女的呀。他们两个是男的，卡哥，多多呢？多多头发那么长，什么多多呀？我的发型咋了？头发好长。我是基本上不照镜子，反正长得不好看，害怕的是你们的副会长杨迪。拿走，杨迪。我是不想做演员的歌手，不是好主持人的秘书长黎彤。大哥，我们都想死你了，真的很想你。I love you. 大家好，我是要风度更要温度，录像照样穿毛裤的书记官陈超。要风度，也要长度。我们非正式主席团2.0版本的官配，终于又回来了。你去干嘛了？去下乡感受了一下这个乡村文化。得了吧，你跟我说你去录别的台的节目去了。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谁会无缘无故自己要下乡去玩？对啊。不过虽然说是去了其他台的节目，我也是非常想念大家的，没事就经常看看大家的微博。尤其是这个欧先生的这个微博。照片怎么了？拍的是真的很好，简直现在直逼一线网红水准。
我的行业里面需要用 PS 的很多，但是他私底下有跟我讲说，就是欧欧真的很好看。对，是这样的，所以欧欧先生太好看了，我选择田元昊，田元昊。我看，因为我看他的微博，他发了一个微博，然后你是在下面评论了，就说超帅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好吧。然后后来我发了一个微博，好像是咱两个的合影，然后你也评论了，所以我说反而我发了一个微博，他一个评论都没给我。所以就是你喜欢那个欧欧的外形，但是你内心当中就是比较欣赏的是田元昊。对，因为他长得更好看。哇哇，所以田元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新的颜值担当了。是他们俩互认的，我可不管这个。今天我们又有新的成员要来了。我听说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学霸。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来自于中国非常知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天哪，好厉害。而且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又不屈不挠的一个创业达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日代表徐天佑，欢迎。Italiano Resco bene。好，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耶。天佑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名字叫徐天佑，我是来自意大利。有一句话叫做上帝是意大利人，就好像我们这个国家被上帝给看上了。因为很多人说不管是风景还是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英国人可不是这样说的，这个话就自己以为，就是最典型的那种不务正业的八零后，就是绝不肯过太安逸的生活，然后是一个就是不断在奋斗的创业青年吧。很高兴初次见到大家。我觉得他其实算是对中国文化也非常的了解了，对，感觉而且也非常的有学识，所以今天希望你在这边呢能跟我们一起交流的非常开心。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杨迪非常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个话题，但不面对也得来啊，每年来一次生日嘛，对吧？生日朋友越多就送的东西就越多，怎么办？对于你那么抠的人。就特别喜欢以前小时候那种十元店。嗯啊，特别喜欢。你们十元店？我也喜欢十元店。一旦过生日走逛十元店去。杨迪，你逛的应该是两元店吧？两元店也拿不出手，十元店嘛稍微好一点。其实本质上没有差别，质量稍微高一点。哎，你们那个组合有那么多人，是不是每天就是叽里呱啦的不停的过生日？一年有半年。对的，我们每基本上每个成员过生日都要在那个我们的剧场举办一个主题的公演这样的。哦，那一年得办48场关于生日的公演。现在100多个人了，可能得办100多场了。哇，也就是说你过生日的时候，不仅不能好好休息，还得干活。对，我还得去把我这个生日的喜悦分享给其他的粉丝。嗨，我今天过生日，你们一定要来看我的表演哦，这样的。那你心里在想什么？也是蛮想跟自己跟家人过一过。想到自己的生日还在那边，完美吗？开心。所以我们非常好奇，就是在大家的国家，你们的国家是怎么过生日的？然后你们国家比较看重的是多少岁的生日呢？在我们国家的话，一般会先那个举行生日那个 party， 然后呢，一般我们都会穿我们的那个民族服，就会有 open 一点，会有 open 一点，因为快乐是自己给的。然后呢，给那个过生日的那个朋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给他那个设计一些我们民族服的那种衣服的。然后有一些人会给红包，但是我们不能说钱，他自己想买什么，所以大部分都会拿着红包给他。他们会送唇膏吗？唇膏啊。唇膏，不送唇膏，为啥？因为你的嘴真的很亮。你真讨厌。我们在美国，我们是怎么过生日啊？比如说母校龙是过了生日，所以我们会去他的家啊，或者是欢迎啊，谢谢。或者我们会去一个餐厅，然后我们都是必须请他喝的什么，吃的什么，吃的蛋糕。但是我们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送给礼物。我们一般是一定要朋友的脸上打开几个礼物。刚刚说在朋友的脸上打开。对，就是当面打开。但是我中国朋友们他们说的这个
很尴尬，都很尴尴尬尬，还有那个很奇奇怪怪的。因为一旦打开，如果不喜欢，那个笑容会。对对对，因为对，就是这样。因为在中国一般的话，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礼物，你就是带这个礼物到你的家打开，然后你以后可以那个骂你的朋友，是吧？但是在美国呢，我们打开这个礼物，我们有一句话，但是是两个表情，你可以猜出来。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就会说 ，Oh, you shouldn't have， 就是哦，你别这样的。等一下，我们让多多假装送你礼物 ，OK， 然后你演一下，好不好？其实呢，你送礼物还这么多话？对啊，其实呢，我看他的微博，然后他不停地发说他非常讨厌冬天，他不喜欢冷的地方啊，然后我也挺心疼的，然后呢，他现在又成了这个生日的这方面说他会打开的，所以呢，我给他试穿了一个衣服，真的拿来了，你还，然后呢，想他穿，然后呢，他穿完之后呢，其实我做的有点大，因为我怕不合适，所以如果不合适的话，你回去你可以再修改。然后他穿完之后，他来用表情自己打开，他用表情告诉我们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先进来，我没送他。哇！拿出来，这衣服哪见过？感觉。哇！真的送给我吗？送给你，打开。哦，雨神啊！雨神啊！啊，雨神啊！你还没穿呢。因为我怕它冷的话，还带棉的，对，我加棉的。多多，我们缅甸人也很怕冷的，所以下一集我们拍的时候，你，哎呀，你看他那胳膊太长了，真的，他太白了，所以我犹豫了半天，我不知道给他选什么颜色。不错啊，哇 ！Oh my god！Oh my god！谢谢。哎，左右，如果你太好了，如果你对一个礼物不满意，你会怎么样？如果我不满意的话，比如说，哦，你送吧，你送。I got you a present, you're gonna love it. Oh, you shouldn't have. Come here, what did you get me? 那边那个送完可以坐下了吗？哦，You shouldn't have. Thank you. It's so nice. The box of nothing. 真的好假呀！你看他笑容都是僵硬的。哎，所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人不当面拆也有这个原因。因为万一不喜欢，就要硬演喜欢，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我们在英国是小时候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你是多少岁，就是你那天多少岁，我们要把你倒立起来，然后上下晃动多少下，加上三下。那三下代表的是什么？英文是押韵的，说 once for luck, twice for luck, third for the old man's coconut。然后意思就是说，第一次是为了幸运，第二次也是为了幸运，第三次是为了老头的椰子。然后，只是为了押韵是吧？对，其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拉美文化特别看重一个东西叫 piñata， 可能美国人知道这个东西。piñata。然后这个东西是相当于一个盒子。然后要拿一个棍子，然后要使劲打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些糖啊、小玩具啊会掉下来，然后小朋友都特别开心，因为特别喜欢吃糖嘛。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英国人，然后他娶了一个阿根廷媳妇，所以他们混血，英国阿根廷混血。对，他们就把他们两个国家的习俗就混起来。对，到他生日的时候，把他倒立起来，把一个棍子，对，然后就糖就出来了。啊，韩国的话，其实我们会在生日的当天早上，如果我在家里的话，就会喝海带汤。哎，你们怎么什么时候都要喝海带汤啊？没有，因为海带它也是代表着长寿的那个一个意思。哦，对，然后还有一个海带，这个是我百天的时候的照片，和中国一样。哦，对，对。然后呢，前面都是属于那些吃的东西。你看嘛，它这里也写的瘦那种，然后就是会让我去自己去抓。就可能比方说你抓到玩具，就可能说你之后会变成什么什么什么。在日本主要的那个文化吧，就跟那个韩国还挺相似的。他说的那个刚才是一百天的那个，在日本也有这个，小宝宝出生的一百天的那一天，就那个父母给那个小宝宝准备了一道菜。这个菜是这样子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哇，好可爱。
对，但是呢，对于这个小宝宝不能吃这些东西，对不对？因为小宝宝吃那个小宝宝的东西，所以呢，把那个父母用那个小宝宝的用那个筷子夹起来，然后呢接住他的嘴就碰一下。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希望这个孩子的他的一辈子不缺吃饭。哦。然后呢，那大家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日语叫泰。那个中文叫鲷鱼，鲷鱼，鲷鱼。为什么日本人喜欢就这些那种比较喜事的时候吃这个泰呢？因为有一个日语叫 omedetai， 这个意思就是恭喜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泰是这个 omedetai 的后边是一个语音，所以呢，日本人就这些喜事，有这个喜事的时候经常吃这个 omedetai。但是呢，你看。就我小时候，我那个100天的时候，就是吃不起这种饭，你知道吗？就这些饭，都是那种有钱人的家才有的那个习俗。你是吃拉面？我小时候就那个吃饺子什么的，就100天的时候。所以你看，亚洲的文化还是挺接近的。中国人其实也挺在意100天的。比如说中国生小孩，不可能说你刚生下来就办个什么仪式嘛，但是百日就要办个宴席，就百日宴。对，因为这是收钱的最好时机。中国代表那个小时候的这个习俗，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小朋友的这个习惯。我们过生日都很怕的，因为你过多少岁生日，就要揪着你的耳垂，揪着你的多少岁，一二三四，不管多大都要这样揪。对对对，我们也是。哪怕80岁的爷爷受得了吗？小学过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习惯了。我们比较看重10岁、20岁、30岁、50岁以上的。那些生日，为什么不说40岁？因为40岁在俄罗斯的文化有点不吉利的数字。俄罗斯40也不吉利啊？40也不吉利，不能过生日。然后我们也是那个发红包，但是我们的红包并不红，是那种白色的啊。白包。然后我们同时就是动耳朵、打耳朵。这每个地方过生日都这么幼稚吗？要折磨那个孝心。对，澳大利亚也这么幼稚吗？我们就没有，因为汉语桥的冠军不一样。你没有说完总总冠军。对对对，汉语桥的总冠军。每次说到汉语桥总冠军的时候，田元昊脸上总是有一种奇怪的微笑，强颜欢笑的感觉。收到了一份不喜欢的网络人气总冠军。这不是总了，这只是冠军好吗？Anyway， 所以你是网络冠军是吗？网络人气冠军。对啊，这是你才是真正的网红。我这是真的网络红人。然后我一直更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总冠军就是裁判决定，他肯定是猜到什么红包。但是我那个网络人气总冠军，那个是人民，那是人民选出来的。你买了多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才是多少几个多少钱啊？就是网上投票。好，岔题了，岔题了。对，我们在澳洲的话，最重视的是18岁和21岁。那18岁的话，就是像好多人已经说了，就是在法律上真正的成为成人的那一次生日。21岁的话，大学毕业以后，你就平时就是21岁，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进入社会的那一，就要找工作了。对对，就要开始找工作，自己。离开家里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是真正的成为成人。但是18岁只是法律上成为成人。我们过生日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过法，只是我们城市全都是靠海的嘛，如果天气好可能会去海洋去，对，就去吃个饭还是去游泳。我发现了小贝最喜欢做的一个动作。不是，他还有一个很喜欢的，你知道吗？他动来动去，这个一直在。我估计他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在动。今天我好在控制啊，你不知道吗？没发现吗？还行，我在旁边很尴尬的。你们伊朗有什么尴尬的过生日吗？尴尬的，伊朗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一个1岁很重要，还有一个是对女孩子9岁很重要，对男人16岁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伊斯兰教他认为就是到了9岁，女孩子要戴头巾，然后她就已经长大了，然后她应该要做祷告。然后就已经成长了，已经发育了。然后呢，16岁是男人是发育，然后应该要做祷告，然后他的胡子会长出来。所以女孩子9岁，男人16岁，我们会搞一个很大的晚会。然后呢，向父母请教，哎，我现在胡子长出来能不能刮？父母会说 ，OK， 你现在就不能刮了。所以这个有一个仪式。完了之后呢，我们在那儿送东西送礼物呢，一般你知道伊朗动不动就要送红包，然后这个是
金币，我拿出来给你看看啊。真的有金币吗？真的有金币，是那种金币巧克力吗？然后这个金币，因为送钱，这个就相当于钱，你把它卖出去的话，就马上他可以把这个钱。你说的现在你手上拿是黄金、啊？对，这个是黄金，都是金币，对。哇。然后呢，这个是全，这个是 tamam sek， 就是全金，这个是 rub sek， 就是三分之一。然后呢，我们在伊朗有一种环境，如果他来你参加你的生日的话，假如说你先把这个给，然后再把这个给，对，因为我们一见面会亲嘛。哎，你说生日快乐，来，生日快乐。哎呦，然后我会在这个里面，我先看一看，哎呦，它多重？如果很轻的话，哎，谢谢谢谢，好，那。对，然后就一个，然后但是，哎，如果来了这个 time of sake， 我开始紧张。这个还是在演。然后如果这是全金的话，我也会，哎，哇，很重，哎呦，谢谢，我就要舌吻了。对，你把欧亲到脸都红了。欧欧，缅甸怎么过生日？啊，因为我们缅甸人都是好人。所以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第一要去大金塔去拜佛，嗯，然后要买一些小鸟，然后让他们飞走，然后可以买一些小鱼，也可以让他们游走，放生，放生。其实过生日这个文化在埃及不是很流行，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小的时候会过生日，可能一直到五六岁的时候，后来呢就是不会过生日的。但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生日是我们一个星期的时候，就会举办一个很大的 party， 就是你们这么着急收钱，可以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在埃及就是叫斯布瓦，这个斯布瓦这个 party 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那个生日 party， 收不完，收不完，对，就一个星期，收不完钱。而且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游戏，也把孩子放在一个。那个碗子里面，然后妈妈来走来走去，就是在它上面，这样就是为了祝贺这个那个一个星期的生日。陈超好认真在听。而收到的那个礼物，毕竟以后也是要经历这一番。不是我在想，我在想，暗黑少女组，我跟你说，你更会说话了。如果是女孩的话，她可能一个星期的时候，她一身都是一定黄金哇项链。戒指啊什么，每个人过来就送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全场激动了。小贝，你有过过什么特别的生日吗？2014年的时候过21岁生日，然后我爸妈他们平时就过生日的时候不会做什么特别的，然后等到我21岁生日的时候，我那天早上起来，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张就生日卡，然后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他们帮我安排了一个买了一张是环球的一个机票，哇，三个大洲，然后这样就飞地球的一圈，然后所以我正好那一年也有就待会儿要去留学，所以假期也长了一个月，所以我就利用了那个一个月去了新加坡、英国、芬兰、法国、美国这五个地方，全都是我特别想去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也趁了机会看到了我很多就是小时候认识的朋友，但隔了十几年都没见过的朋友。你这个哪里是生日啊，你这是生月，一个月都在玩。真的很难忘， so 难忘， so 开心， so 难忘， so 开心， too 难忘， too 开心。这个太棒了。来，王子。哇，吓我一跳。其实我不喜欢的生日。为什么呀？真的，因为每次过生日我感觉很孤单，很。你给我打电话，我就不会让你孤单。对，下次你过生日，下次我们一起过吧。哎，你看你在现场有这么多朋友。OK， 然后呢？2014年，去年我感觉胆子大一点，我说好，那我过一个吧。在中国，然后我邀请了大概7个人，但是没想到那天有大概30多个人来的。啊？为什么？就是我的朋友们都邀请了很多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喜欢过生日，就是感觉过生日没有家人，想跟你热闹一下。热闹一下。然后呢，我也以前也准备了，说有一个女孩，我说那天我给她表白，说我喜欢你。我听，但是我没过，我过生日的时候呢，然后切完蛋糕，然后呢在那就在准备吃的蛋糕，然后呢我的另外一个朋友男的。就这样子来给那个女孩表白。哎呀，谁告诉我？我去帮你弄。这个胆子更大。他答应了吗？对，他表白完之后，那我就看着那个女孩说，那个女孩也感动了，也哭了。我说什么？
那个男的就过来，然后跪下来说可以跟我在一起。我说 really？ 对，你知道在中国吗？这种有习惯说在一起，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在拍手，在这。我在我心里面在说什么在一起，但是我没说出来。你说 no。No, it's my birthday. 后来我回去，我说就是我对自己非常非常不开心。我说为什么呀？你喜欢的一个人，你一定要主动啊。所以我把一瓶啤酒打开，然后把它倒到我的头上。我自己在房间。这是代表什么呢？然后头发变成这样，就是代表我对自己不满意。没关系，你的啤酒倒到你的头上也不会滴下来。基本上也就是把头发弄湿了。什么都没有。哎，你下次可以试试倒到我们的那个仙莲枇杷汁，因为倒了也清润。好，下次我对着镜子说，下次只要你喜欢谁，你胆子一定要带的，主动跟他表白。真的很像电视剧。来，英国人，他又要哭了。我想，小心你的双眼皮。我真的没怎么，对，这没怎么过生日。为什么呢？前几年一直在中国，我的生日是二月初，刚好过年是吧？过年的时候啊，对，就是外国朋友他们都回国了，中国朋友都回家了，然后就没。还有就是你在中国过生日很贵，所以我就用这个借口来就干脆不过了。因为在中国要自己掏钱，对对，国外可以。在英国不是，在英国我过生日，其他人掏钱我就不用掏了。对，然后所以前几年也有一些生日是我在英国过的，但是在英国过，我又不好意思让人为了我而掏钱，所以我就也不过。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过生日这件事情啊。我很多人讲生日是个节点，它其实是个时间点，它就是怀念自己的过去，展望自己的未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每年过生日，其实如果能有个相聚的机会，那其实就是跟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种成长的喜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一天呢，恰好离我们节目当中的某一位成员的生日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呢，我们也为他准备了一些祝福，要送给你。田浩，一起来看一下。哎呀，浩子，你又老了一年，生日快乐！但是你还是比我老了。偷偷看。田宇浩，你好，生日快乐，雪比南山。田浩，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田宇浩，祝你生日快乐。我认识你应该是3年多，但是很奇奇怪怪的情况，因为你一直都是24岁，是什么情况？几岁生日啊？3岁吗？就长得那么小。我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小甜甜生日快乐！嗨，田元浩同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早生贵子，早日康复！哎呀，这个都说的是不对了吗？希望你今年能终于抛弃你英国国籍，真正的加入澳洲国籍，这样能成为最好的你自己。生日快乐！祝你越长越帅，越长越高。你的生日了，我节目组给你拍这个视频啊。我那个生日的时候，没有那个节目组给我拍。我觉得你生日快乐，田元浩，你身体上面是猪肉还是鸡肉，我们还是会一样爱你的，所以不要那么关心这一点。祝你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耶！ Yeah, 生日快乐。你没有发现你长得真的很好看吗？既然你长得这么好看，平时一定要多笑。来，现在就快点给姐姐我笑一个。今天节目组在这个难忘的日子给你准备了一个这个生日蛋糕，然后让我来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来，我们帮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唱不了那个。我们一起唱歌好不好？来，3、2、1 ，Happy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Yeah.
也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每年的生日的同时，要记住生日其实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痛点，我觉得是因为在这种时候，因为母亲的疼痛，所以造就了我们。但是因为生日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存在，所以再次要祝愿田浩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